25年，因为有你，大家熟悉的新岛声音。Hello， 新岛电台的同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刘丽萍，在这儿先恭祝新岛25岁生日快乐。回想一下，至少在20多年前吧，我就加入了新岛的工作。那个时候我主持的是一大清早的路况报告，后来在10多年前我主持了一个经典老歌的节目歌迷俱乐部，刘丽萍主持，还记得吗？哦，那真是我4年最快乐的时光，让我永生难忘。感谢新岛电台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学会了录音室的 DJ 的工作，而且呢我认识了很多年轻的朋友。在这个新岛的工作的环境让我觉得整个是生气勃勃的，让你在这个环境里永远不觉得老，永远年轻。好，我在这里要跟各位报告一下，我在5年前离开了湾区，搬回到我生长的地方，台湾嘉义市。嘉义知道吗？阿里山，我就在阿里山的山脚下，欢迎你们到嘉义来玩，我请你们吃嘉义最有名的嘉义火鸡肉饭。OK， 拜拜。